你哪个脚疼的厉害？就这两个拇指都疼。就他这个脚哈、哎，如果你们绣了这么久了，就应该给他做个矫正，给他治一治。我就只能自家照照这个指头是不是那个挖的？就是有那个牵引啊，就是他现在的指甲不是往肉里长吗？你拉完了以后啊，就不会又再往肉里长了，以后就变成个平的。嗯，模特走夹子，他俩能做吗？能做啊。我以前从来没跟你讲过吗？啊，没讲过呀。咱这次我从来没推过，是不是？少吃这三点，直接照顾这下。我修完给你讲解一下啊。几次治好的他这个脚？要不然太遭罪了，他这个。弄回家救不出来，弄做自家打木头，做自家痛腿的着。但是我就是就我和金九干，弄完我面子救救，好子面子救不了哭。爸爸，那是给你管。你看看，他现在这个指甲不是，这个两侧哈，向肉里挖着长。我们这儿有那个材料，给它贴上去以后，贴上去以后变成直的了，底下这个弯的往肉里长，直的。往两边长，往前长，以后就不会再有两个眼了。可以这么先进的？早，这多少年，十几年都有了。就是我有可能跟你说过一堆，但是没跟你好好说，因为我也不太愿意推。因为你那边之前不老忙。啊，对。平时在那个店忙的，也没时间跟你讲。做完了还能聊半天，对，聊得吃饭。之前那个店太忙了，还那个啥，呼吸，真不愿意修，修疼，但不修更疼。对，那只能选一个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这大脚趾可能也是脚盖太硬了。对。还行点，我这趁轻人赶紧整，然后脚都流脓了，怎么整？我看他发的作品，那有的也能挺得住，你说人家？有那个十个脚趾头，八个发炎流脓了的。啊，对啊，那个是真牛逼。那人，你说他怎么走道了呢？跟时间长习惯了。一个疼感觉难受，全疼就平衡了。咱话也不能说喜不喜欢，那玩意走着就疼。对呀、啊，木屏那个是木屏过来的。哦、嗯。当时我看那座啊，看着抠，哎呦，心里边就跟着急，抠出来一下子老挤牙了，当时爽。他是不是那谁抠的时候得更疼？他不疼。不疼。他那他走路就觉得老舒服了。对。然后一走到就跟有个东西扎着。没东西扎了，那平时他没说怎么整过，就这么对付吗？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平时都是孩子自己抠，这个已经断了，切断了就拿出来就行，
这个建议很好。嗯。你这个指甲长得还不一样，他们经常就这边甲状腺修一修就分开了。嗯，你这是经常修它还是长一块儿去了？跟啥长一块儿？跟肉啊。跟肉呗。他们是修一次就分开了。这么精彩的不能跑啊，居然被我带偏了。这是叫啥？这叫骨肉分离。疼啊！词儿用的没有错。现在没分离开，现在叫骨肉相连。这么一说，让我突然间感觉吃的那个串儿不香了。一般饿了的话，晚上下班去找那个夜市去，还去弄个骨肉相连。你这天一聊，还挺深的。肯定啊，有难度呀。这一脚不疼吗？还这个老大了，你别掐我手，我也疼。这是脸。哎呀！我张兄这刀法练到如此境界了，哇，一层一层的给划下来。